好多拍攝經驗喎，呢個咩 channel 啊？哦，呢一得個啦，咧，都唔係太重要嘅啫。今次呢個 casting 咧就係 for 香港國際電影節嘅，詳情我想睇咗你 casting 之後嘅表現先再同你講。你 OK？OK。咁你 ready 嗎？Ready。咁我哋去嗰邊啦。你企喺個 mark 位度先。好，咁而家我哋做一啲簡單嘅表情動作先，向住呢個機器得噶啦。好，微微咁笑，再開心啲，再開心啲嘅，再開心啲，跟住嬲啦，嬲，好嬲，嬲嬲嬲嬲嬲，嬲到癲咗。哇，好好戲喎，你咁樣搞唔掂喎，喂！喂，好傷心，傷心啊，傷心啊！哇，呢個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試下啲戲先，好嘛？好。喂啊，我哋真係冇嘢噶，係我同佢係有去過電影節，但我哋 friend 嚟嘅咋，真係淨係睇戲嘅咋。上年電影節冇咗，所以你冇去啫。今年電影節又翻嚟啦，我點知道你會唔會突然之間又好想去睇戲噶？唔係啊，你點相信我啫？錫我，即刻。咁乜嘢啊女，可唔可以記熟啲台詞啊？跟住你就同我講，哎呀，今年我同你去翻國際電影節咪得咯，咁樣啊嘛。哦，係係係係。第幾屆今年？第45屆。好，我哋再嚟。好。好嚟，3、2、1。哎呀，咁我今年同你去翻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咪得咯。我覺得咧可以再嗲啲。然之後咧，臨尾就眼神水汪汪嘅，水汪汪。係，好嚟，3、2、1。哎呀！Cut。金堂特約你出嚟，其實有樣嘢想請教你。唔知道你上次去嗰個地方係邊處咧？點解你會咁問嘅？冇，我見你出嗰個 po 講到好似好多嘢睇咁，諗住帶女朋友去睇下啫。哈薩份人對女朋友都幾細心喎。邊處係？佢份人好奄尖嘅。過兩日我哋又拍拖啦，都唔知去邊度好。你可唔可以幫我買張飛？如果佢知道係我幫你買飛嘅話，佢或者會唔中意我。買張飛啫，咁都唔中意？都係嘅，女人會介意。會噶。咁。俾佢知道係你買嘅咪得咯。不如你自己上網買啦，幾多錢有咩睇，上網寫曬噶。其實講咗咁耐，我都唔知嗰個係咩嚟嘅添。哦，
那個是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，有成百幾套電影。今年還有些特別，除了可以在戲院看之外，還可以上網看。那不知道有沒有王家衛的電影呢？我女朋友很喜歡看的。又会咁巧嘅，好，我男朋友都会中意睇王家卫，不过我就麻麻啦，我中意睇关锦鹏多啲。胭脂扣，你都有睇过？咁啱啫。其实我都有啲嘢想请教下你。咩呢？你个襟章喺边度买噶？我真系唔知道，系我女朋友买俾我嘅。系咩？啊！我醒起啦，有一次佢出门做嘢。他買回來給我的，他說在別處買不到的。就會這麼巧的，其實我男朋友也有一個跟你一模一樣的襟章，他說是他侍頭送給他的，所以每天都戴著。我女朋友都有一个手袋，同你嗰个一模一样嘅。我知道啊，我见过。咳，头先 OK 喎都。系咪啊？系。我哋使唔使嚟多个 tick 啊？都有噶啦。不过头先你漏咗个对白。系咩？系。依家呢个电影节仲有28蚊特别优惠票价，本地全日制学生、60岁或以上高龄人士、残疾人士及康护人、综援受惠人士都适用。系啦，不過呢一句係難講嘅，因為頭先我哋嗰個 flow 咧都好順咧，感覺上好似唔講呢句都好自然咁樣咯。定我試下咁樣講啊！今年電影節仲提供咗超過100套中文字幕嘅外語片，咁樣觀眾就可以睇到多啲唔同嘅影片啦。有少少多咗，不過如果客想講，啲觀眾有需要知嘅話，我覺得可以講咗先。係啦，好，係多謝合作，係。你做咩捉住我隻心唔放啊？我冇啊。你做咩啊？我冇啊。好啦，咁就試曬啲戲啦。我同你講翻啲背景資料先。咁呢個 casting 咧就係 for 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嘅。咁如果你中咗 cast 嘅話咧，咁就正啦。因為呢個電影節咧就由4月1日到12日啦，為期12日嘅。咁你知電影節啦，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電影人噶嘛。咁如果佢一個唔覺意咧睇中咗你咧，咁你就進軍國際啦。同埋想問下你咧，你有冇時間可以去到開幕禮嘅？不過我都仲未知道我中唔中 cast。如果我中嘅話咧，我又有時間，我會嚟噶。你去唔到嘅話咧，唔緊要嘅，因為今年電影節咧上網都有得睇啦。同埋頭先你咪好中意關錦鵬嘅，今年嘅回顧展咧就會播放翻佢過往嘅13部作品。你中意嘅話一定要睇啊。中意關錦鵬嗰個咧係呢一個角色啊。係你中意嗰個係王家衞係。今年都有4部全新的修復作品。好啊，好啊。咁我而家可以換翻衫啦，嗬。都冇噶啦。Cut。OK 嘛，導演呢個 take。OK， 好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收工大家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